今天要介绍的菜肴是黄姜炸鸡。黄姜炸鸡所需的原料包括鸡大腿六只、柠檬草五根、15瓣大蒜、生姜、石骨肉五粒、姜黄粉和盐适量。首先，我们将所有食材放入搅拌机中进行搅拌。然后将调味料倒在鸡腿上腌制30分钟，直到调味料被鸡腿吸收。最后将鸡放入热油中炸熟至金黄色就完成了。那你有没有简单的食谱要分享呢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别忘了请按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。